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杨丽。我们现在还是在克喇嘛依。现在已经几点了？6:50了。我们突然决定离开这里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太热了。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克拉玛依这边不太好停车，也没有什么营地，不好加水，也不太方便洗澡，所以我们就决定离开这里，去到下一个地方。本来我们是原计划等明天，就是上午或下午凉快一点，去那个黑油田那边去看一下的。但是没水洗澡这个问题真的很烦人，所以我们想想先去下一站吧，看哪里。一是找个天气凉快一点地方，另外一个就是找个水电方便一点的地方吧。所以现在7点钟出发，开个1个小时吧，好吧。你看，我好像看一下，直接去塔城吧。我们现在是在克拉玛依，然后从这里过去到塔城，我们今天不是去了这个地方叫，拜见滩区，对对，这边看那个磕头机。磕头机，其实不在这边，在这里，就这里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从这个乌鸦河是过去，这里更多那个鸡，对吧？对，对啊。去错地方了，对吧？其实就是从胡杨河到克喇嘛依的快到的那个路上，哦，对，那边超级多，走吧。陈阳，你知道吗？今天很多地方都不给福建人，哎，这里福建人可以进吗？福建人可以进吗？很多地方都不给福建人进呢，要是你进不去怎么办？塔城，不好意思，我从云南来的。你是四川人，你说你是四川的，你说我是四川的，说着来看一下，我真的说已经找到了。看一下啊，现在过检查站，看一下能不能过啊。需要什么材料？到哪是吧？塔城。来身份证、新证吗？装备很齐。Oh baby, oh baby，拜拜。那不然你没办法。现在我们已经。也应该是进塔城这个边，应该这个地方进去了。刚刚过了检查站是吧？没错啊。查了身份证，行程码，反正我蛮纠结的，福建的能不能进？因为莆田这时候有疫情病例。今天发的哦。今天发的啊。昨天还是今天？今天。今天。那我们今天还可以进。我还以为福建的不能进呢，因为这种地方啊，它随时都在变。突然来一下，福建的不能进，就不能进。福建人不能进，那你要怎么办？那我能怎么办？那我不是福建的，不好意思，我是从云南过来的。那我先去玩，你在这原地等我，好不好？接近文明服务区。前面是俄免是吧？我们上服务区了。俄免服务区。天黑了，不想开了，还剩多少公里？还剩80公里。不开了，这幅要大一点。哟，整个停车场也是一辆车都没有。那这里有一辆床车吗？有一个车顶帐篷。请沿 G3015回塔高速，继续行驶67公里。本来我们需要去那个塔城是吧？今天出发也比较晚，因为是临时决定的，所以现在开了一半，还有80公里，现在
天黑了，所以不往前走，然后在服务区休息停一下，然后刚好洗个澡。看有没有水？应该有水，服务区有水，我洗个澡呗。嗯，啊，有些服务区是可以淋浴的，看看这里有没有。咦，不，咦，可能就很小吧，我觉得。哎，这里不是很多大货车拉石油的吗？哦，我看看。嗯，好。哦。饿。嗯。减肥。中午那个，那中午我们吃了一个鱼啊，那个叫椒麻鱼是吗？那个鱼我怀疑他厨师是四川人卧底，那个真的没法吃，我一个四川人都快麻辣给我麻哭了。我们吃了1.5公斤，就是1.5公斤，就是3斤出到一点点，3.1斤。我真的我没吃两口就没法吃，因为根本下不了口，嘴巴麻了一塌糊涂。车里熬点粥吗？熬点粥行。哎，你要吃月饼啊？今天中秋节，我不是买两个。今天中秋节吗？那就这一两天吧，就哈哈就你的中秋节是这么过的是吧？要是给你吃一个吧。昨天中秋节吧？啊？昨天吗？昨天是教师节，搞错了。哎呀妈，真是。要吃吗？给你个。你是五仁的还是那个奶黄的？我吃五仁吧。那种叶粉的。咦，中秋节还有、啊、还有很多天呢。猛然想吃月饼了，然后跟我说今天是中秋节，我一看今天才11号，中秋节是21号，还有10天呢。再看一下，先吃上。